拉塞尔的原子模型啊，我们接下来看呢，就是说哈，现在的话哈，我有一个什么呢？一个那个原子核了哈。那原子核的话呢，它的原子趋势记啊，这是第一啊。然后它现在的话呢，有一个什么东西哈？有一个阿瓦粒子，阿瓦粒子的话哈，它的原子趋势小电嘛，哦，这电流是第一，然后撞上去了，对吧？那撞上去的话呢，它会做什么哈？做这个双曲线运动，哦，双曲线运动。然后呢，我们假设哈，这个原子核哈到达这个渐近线的距离哈是 b， 对吧？有没有？好，那我可以证明说哈 ，b 的话事实上是惯走的长啊，本来惯走的长在这里嘛，啊这个是短走的长，短走的长就是这个啦，啊这是焦距啊，焦点，哦，这叫 c 点好了，它在 a 点啊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双曲线哈，中心点到那个什么呢？到那个顶点，双曲线顶点嘛，这是 A 呀，对不对？那有个惯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要满足什么呢？好，那我假设哈，这个双曲线哈，它的方程式呢是这个，我用 A prime 啊 ，A prime 平方哈，它分 S 平方，它减掉呢 B。prime 平方分之 y 平方嘛，对，等于一。然后我现在要证明说哈 ，b prime 实际上跟 b 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怎么证明哈？好，那因为它这样撞进来的时候嘛，它的什么东西啊？它的那个渐近线，它的两个渐近线满足什么呢？满足这个方程式嘛。等于零，对不对？记得吧？哦，你如果有学过那个二次曲线吧，记得吧？好，那所以呢，它两个呢，这个渐近线哦，它两个渐近线就是 a prime x 加上呢 b prime 分之 y， 它，啊，乘以呢 a prime 分之 x 减掉呢 b prime 分之 y 啊，等于零，有两条。然后这个斜率互的呢是这一条啊，斜率是正的是这一条。对吧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知道呢。这个这一条叫什么？这一条就是 y 除以 b prime 哈，会等于 a prime 除以 x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它的斜率哈 ，y 就 a prime 分之 b prime 嘛，分 x， 对不对？那斜率呢，事实上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天线这个角，这个角我们叫 phi 嘛。可不可以？对吧？那也就是说哈，那个 tangent phi 哈 ，tangent phi 是等于多少呢 ？tangent phi 的话呢，是等于 b prime 哈，它除以 a prime， 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吧？好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哈，从这里来看的时候的话哈，我们知道说哈，因为这个是这个什么？这个是那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焦距嘛？那我们知道呢，双曲线的那个焦距哈 ，c 平方哈，会等于多少呢 ？a 平方加上 b 平方嘛。焦距是 c 平方等于 a 平方加 b 平方嘛？记不记得？好，然后但是呢，但是在这里的话哈，我们会发现什么呢？发现说哈，这个 a 跟 b 啊哈。A， 这个时候的话哈，它的这个什么东西啊，tangent phi 哈，这个时候的 cosine phi 等于多少 ？cosine phi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呢？因为 tangent phi 是这个，不是这样子，tangent phi 哈，这个东西有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这一条切线的斜率啊，这一条直线的斜率啊，有没有？那这一条直线的斜率的话，所以我知道 cosine phi 等于多少 ？cosine phi 的话呢，是等于这个什么东西啊？
这个是等于r 嘛 ，r 分之多少呢 ？r 分之 a 就等于根号多少呢 ？a prime 平方加上 b prime 平方嘛 ，r 分之 a prime 是不是？但是呢 ，a prime 平方加 b prime 平方等于 c 嘛，是不是 ？c， 哦，那个 c 分之 a prime 嘛，是不是？这等于 cosine phi 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那我知道啊，那 sin 啊 ，sin 的话呢 ，sin phi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 c 分之多少呢 ？c 分这个c 分之 b 嘛，是不是 ？c 分之 b prime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都知道 b prime 等于多少 ？b prime 就等于 c sin phi 嘛，啊 ，c sin phi 等于多少 ？c sin phi 就是 b 嘛，对吧？就是 b 嘛。所以呢，它的什么东西啊？它的那个惯走的长度哦，半惯走的长度哦，就是等于 b 呀、啊。那 a prime 就是这里的 a 呀、啊。所以事实上的话，这一段哦，跟这一段是一样的。这一段是 a 嘛，对吧？啊，这一段也是 a 呀、啊。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没有问题以后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、哦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呢、哦，这个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这 AC 啊 ，AC 长等于多少 ？AC 长的话哈 ，AC 长呢是等于 AO 嘛哈 ，AO 对，那、啊、加上 OC 嘛，那 AO 就是 A 啊，啊 OC 就等于 C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呢把 C 给抽出来。那就多少？这是 c 分之 a 加上 b 啊。那 c 分之 a 就是 cosine phi 嘛 ，c cosine phi 哈、哦、加上 b 啊。但是呢 ，cosine phi 等于多少哈、哦？等于 cosine phi 哈、哦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个呢又等于多少 ？c 的话等于多少 ？c 的话呢是等于 b 啊除以呢 sin phi 啊。因为我们知道，b 等于多少？b 等于 c sin phi 嘛 ，b 是不是 c sin phi， 是不是？所以的话 ，c 就等于多少呢 ？c 就等于那个，b 除以 sin phi 嘛，所以是 b 啊除以 sin phi 就是一加 cos phi 啊除以 sin phi 啊，这样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哈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哦，这个角动量守哦，这个没有问题的哈。这有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把它擦掉啊、哦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，这个角动量守恒的哈。角动量守恒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哈 m 哈，刚刚我们讲到了哈 ，mv 哦 ，v 是进来的速度了 ，mv 呢 v 嘛哈，是等于多少？等于就从进来的角动量会等于这里的角动量，那、啊、这里的角动量是等于 m 小 m v， 它乘以呢 o 多少 a c 呀、啊、a c 嘛，乘 a c 呀、啊，是不是哎？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知道呢 b v 哈 ，b v v 是大 v， 好 ，v 是进来的速度了，哦，就等于小 m 哈，v 的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呢 ？AC 我把它带掉了，等于 b 哦啊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一加 cosine phi 嘛，对不对？啊除以 sin phi AC 嘛，啊再乘以小 v 啊，哦乘以那个小 v， 对不对？那这样我就知道呢，小 v 就等于多少？就这里的小 v 啊，小 v 呢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这个 v 可以消掉了 ，v 消掉的话变成呢一加 cosine phi 分之 sin phi 啊大 v 啊，这样子。哦，刚刚我们用到这个公式嘛，我们算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再用力学能守恒，就是这里的动能啊，因为它是无穷远进来的嘛，所以它位能呢是等于零，好、哦。在无穷的地方，位能等于零嘛？好，那会等于这里的动能加位能啊，这动能二分之一多少呢 ？m 大 v 平方嘛，
啊会等于呢，这个动能等于二分之一呢，小 m v 平方哈，再加多少呢？位能，位能是等于多少呢？位能是等于那个ac 嘛哈，这四派 h 了，四派 h 了的话，实际上等于那个 k 啊，就 k 啊哈，你可以用 k 来代表。k 的话等于四派 h 了，我记住哦 ，k 就是九乘以十的九次方嘛，九乘以十的九次方。哦，那我现在用另外一种写法，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四派 h 的零分之一。哦，那等于多少呢？四派的 h 等于，啊乘以 r 分之 kqq 嘛 ，r 的话就是 ac 嘛 ，kqq 啊，啊 k 是这个啦，啊 q 是 z。任呢，它乘以一平方，这样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没问题的话呢，那所以呢，我就知道哈，我就可以把 v 给算出来。那 v 算出来的话，怎么算哈？这我把它带掉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面有那个 v 啊，哦，所以我就，怎么办呢？就是把它给拿过去嘛。拿过去的话相减，那相减呢，把那个小 v 带掉，小 v 带掉，那 ac 移过去，那其他的除过来，所以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 ac 哈 ，ac 呢会等于多少呢 ？ac 哈会等于这个 z 啊一平方了哈，然后是二派 h 零 ，rv 平方。它乘一减掉呢多少呢 ？sin phi， 它除以呢一减 cosine phi 啊，对吧？平方。哦，我就说哈、哦，把这个呢移过去嘛，把小 v 呢带成大 v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可以解出这个呢 ac 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啊，但是 ac 等于多少 ？ac 的话是等于这个啊。哦，但是 AC 等于多少呢 ？AC 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 v， 啊乘以 sin phi 分之一加 cosine phi 嘛。所以状体参数呢，我就可以算出来了。好、哦，到最后的话，状体参数哈、哦，状体参数哈、哦、写在这里好了 ，v 算出来等于多少呢？四派 h 零点，好 ，mv 平方的啊。二分之多少呢？大 z 小 z 的一平方，啊，等于 tan 多少呢 ？tan phi 啊，这样有问题？没问题吧？你就经过一大堆整理以后，就得到，反正就把这个东西除过去嘛，那除过去到最后就能够得到这种漂亮的答案，好、哦，经过整理呀、啊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哈、哦，来看看呢这个。再把那个哈、哦、phi 的话换成那个什么西塔，因为你看这是西塔嘛，啊这是散射角对，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夹角，这个是散射角西塔，啊所以呢这一半的角是等二分之西塔，那二分之西塔加 phi 刚好是九十度啊，所以呢这个角度等于多少？这角度等于九十度哈、哦，减掉二分之西塔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所以呢这个哈、哦、就等于多少呢？这就等于 cotangent 的二分之西塔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哦。那我现在啊、哦，假设有一束了哈、哦，一束那个什么东西，我们就假设啊、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点子点，啊、哦，这个靶哈、哦，原子核的话是一个一点，哦，这没有厚度的一点。那我现在的话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这个。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说，就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那个一束了，一束那个什么东西啊？一束阿尔法粒子射进去嘛。那这一束阿尔法粒子射进去的时候的话，哈，它的呢横截面积哈是等于多少哈？横截面积的话呢，我们假设呢是等于 v 零。哦 ，v 零啊，然后它的面积哈、哦、就等于 π
啊，乘以多少呢 ？v 零平方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假设哈、哦，它单位面积的那个阿尔法粒子哈、哦、是西格玛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是全部射进去的那个什么东西，全部射进去的那个粒子数了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这粒子数的话哈、哦，我可以会等于多少呢？本来应该要多少呢？应该是等于西格玛派哈，啊，然后多少呢？然后把这个面积嘛哈，面积全部加起来嘛，是从零呢加到 v 零，然后就是二派 v dv 啊，应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样你看得懂吗？这个二派 v 就是嘛，就是它的那个呢周长嘛，啊乘以 dv 就是一个环的大小，那这环的面积哈、哦、是等于这个嘛？然后把一环一环的面积全部加起来，就是总面积了，对不对吧？好，但是呢，这个环的面积哈、哦，对应到什么呢？对应到这个散射角的时候，它的面积对应到那个散射角的时候，取出来的面积等于多少呢？就是你把这个取微量嘛，这没问题哈、哦，这就是最后的答案嘛。最后的答案的话，你就把它取微量。哦，这 dv 等于多少呢 ？dv 哈、哦，哦，比如说 dv 除以 d 西塔嘛，哦，这微分，哦 ，v 哈、哦、对那个西塔微分呐、啊，微分以后的话哈、哦，得到什么东西哈、哦？得到这个是，二派了哈、哦。这 dv d 西塔的话应该怎么样？等于啥？等于后面这个了。中间这个是二派嘛哈，啊 b 是中间这个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那个，j 一的平方了哈，四派呢 h 等于零 ，m v 平方，哦，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是 sin 呢，欧日西达的平方了，哦，啊这里应该有个二。好，问是一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里有个二，它乘以二分之一，然后说你 dv 的话就把 d 西塔移过来，所以 dv 啊哈，就等于多少呢？四派 h 等于零 mv 平方啊 ，z 是一平方嘛，它乘以呢 sin 的二分西塔的平方，它乘以二分之 d 西塔。这个 dv 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的话呢，你就要把它带回去嘛。带回去的话、哦、我们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东西啊。带进来的话、哦、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呢西格玛哈，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是，这个是二分之一啊哈。然后零的话呢，到多少呢？到这个西塔零，哦，西塔零对应到 v 零啦，然后就是零呢，到二派，对吧？有理。好，那没有问题的话呢，那这个哈、哦，这个二派 v 哈、哦，事实上是这样啊，事实上是我慢慢写好了，事实上是这个西格玛哈，然后呢是零到 v 零啦哈，然后是二派。啊，四派 h 等于 mv 平方了啊 ，z 一平方了啊 ，cotangent 呢二分之西塔，好，这就是 v 啊，这个我就是把这个带进来而已啊，啊 dv 的话我就带后面这个，后面这个的话多少？后面这个是四派 h 等于 mv 平方了啊。z 一平方嘛，啊 sin 多少呢？平方二分之西塔，一，二分之 d 西塔，对不对？那后面这一项就是 dv 啊，啊前面这个就是派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吧？那现在就变换变数啊，你本来是从零到 v 零是在这里积的嘛，那现在变成的西塔是从零哈积到呢西塔零，对不对？
好，你那个 V 零对应到那个西塔零啊，对应到最大的角度嘛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哈，我又可以把它弄成多少呢？这个东西哦，我可以把它弄成呢，这二拍的话哈，我可以把它弄成什么呢？弄成那个二拍呢，我可以把它写成哈 ，phi 的话就是这个角度的积分了，西塔是这样角度的积分嘛。二拍的话是可能零到二拍哈 ，d phi。零到二拍 d phi 啊 ，d phi 是这种角度的积分，所以的话，这个可以写的话，写成哈西格玛哈，那二分之一的话应该是这个啦，拿到前面来，二分之一，然后这是零到西塔零，这西塔零叫变换变数嘛，就是我这里哈撞击参数是 v 零的时候，它散射出去的话呢，那个角度对应到那个角度就西塔零，哦，然后再。零到二拍，我这零到二拍的话，我就是把这个东西角度哈、哦、变成了 d phi， 哦，所以多一个变数，就是把二拍哈、哦、变成多少呢？零到二拍啊 d phi 这样子的，了解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那这二拍就没有了，那就写这个东西了。写这东西的话呢，所以就写成四拍 h 往零 ，mv 平方嘛。大力小力的一平方，然后平方了，然后里面有 cotangent 嘛，哈 ，cotangent 二分之西塔，啊乘以呢，这个啊乘以 sin 多少呢 ？sin 呢二分之西塔，分之一，哦啊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哎啊这个 sin 西塔是哪里来的呢？哦，好、啊，我在这里哈、哦，我再把它乘一个 sin 西塔，啊，乘一个 sin 西塔，这里乘一个 sin 西塔嘛，啊，在这里外面再乘一个 sin 西塔，好、哦，然后就 d 西塔，啊 ，d phi， 好、哦、，d 西塔就这个 d 西塔，啊 ，d phi 就刚刚我把二拍嘛弄成这样子，就 d phi， 那这上就所谓的立体角，这就 d omega， 好，那这里的话，这个 sin 西塔的话哈、哦，可以把它展开嘛。这sin西塔的话呢，可以把它展开呢，两倍的呢sin二分之西塔，啊 cosine 二分之西塔，那这个的话可以写成呢 cosine 呢二分之西塔除以sin二分之西塔，那 cosine 二分之西塔消掉嘛，所以分母就变成了变成有sin 呢西二分之西塔的四次方嘛，所以四次方就这样来的，两笔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写一写以后的话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好啊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变成哈、哦，变成这个的话呢，变成这样子了。零到呢西塔零哈，零到二拍啊。啊，这里有个二的话也可以消掉了，这里有个二的话可以消掉了。所以就变成多少？变成了那个啊西格把它拿到里面去，西格嘛，四拍呢。h 等于零哈一平方了哈，然后这是二 m 呢 v 平方哈，进呢小进一的平方嘛，平方这样子，好，然后这有 sin 西塔呢四次方，二分之西塔的四次方嘛，一啊这样子，好，然后这个是 d omega。等比，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成什么？叫做成 d 啦，哦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呢？这就变成了，变成这个东西就等于 d n 0啦，等比，这 d n 0啦，没问题吧？好，那 d n 0的话哈、哦，我比上就是那个三色的那个什么呢？散射那个几率哈 ，P1 好的啦 ，P1 这就 dN0 哈，这叫 dN 好的啦 ，dN 啊哈，除以呢 N0 嘛，对不对？那一除的话哈，这个 N0 是等于西格玛派 V0 平方嘛，那一除的话等于多少呢？一除就变成多少？变成这个派 V0 平方嘛，二分之一。哦，啊，然后这里面这个东西，啊，西格玛已经除掉了，
剩下这个东西啊，好，那乘以呢，剩下一大堆东西嘛，四派呢 ，x 等于零分之一的平方嘛，而 n 呢 ，v 平方，好，这个就是这个嘛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就照抄就对了，好，的平方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还要再乘一个呢 ，sin 多少呢 ？sin 那个四次方，二分之西塔分之一啊，它再乘以 d omega， 这样子，对吧？所以它的那个散射比率啊，哦，散射比率的话呢，就是说你在空间中嘛，哈，它那个取的立体角，哦，在某个角度取的立体角，那么它的散射百分比的话呢，就跟这个是成正比的啦，跟什么？跟动能的平方成反比。这是跟二分之一 m， 这个是跟 e k 是成那个正比嘛，所以跟动能的平方成正比，动能的平方成反比啊，那跟什么？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嘛。实际上这个结论就已经够了啦。e k 嘛，对吧？哦，你动能越大的话哦，它越不容易散射嘛。啊，你那个原子核的电量越大的话，越容易散射嘛，跟平方成反比。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 sin 的四次方分之西塔，好，分之一。我认为说考到这里就可以了啦。你考到这里的话，已经够那个了啦，够不合理的啦，更何况说考到里面去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吧。好，那这个哦，这个只是说哈，只是说如果是单一呢靶的时候啦。就是如果只有个原子核的时候呢，它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万一的话呢，它如果哈，它的靶的话哈，它有很多原子核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哦，如果它有很多原子核的话哈，那我们就乘加乘嘛。哦，就是说这个靶它的厚度哈，假设是那个 A 零的哈，厚度的话假设多少呢？假设是 T 啊。然后它里面单位哈，体积里面它有。小 n 个的原子核的话，那代表呢，它单位面积哈，它有 nt 个的原子核嘛，它有 nt 个原子核啊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什么呢？你一个什么呢？一个这个一束这个什么呢？这个阿瓦力这样射过去以后的话哈，那你被散射的机会就加大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加大的这个什么呢？几率呢，就是乘以这个东西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做个 P 的话呢，就再乘以这个 NT， 哦，那 NT 的话乘上去的话呢，就等于多少哈？所以的话，最后就等于多少呢？最后就等于那个，P 哈 ，P 的话呢，就等于多少？就等 NT 哈，啊，再乘以 PE 就是了 ，NT 再乘以 PE 啊，这样比。